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真欢喜，咱新年啊有新的事，华语的讲叫做“瑞雪沁风年”，一个新的事啊，带予咱一个新的一款的一个一年，咱实在是感谢上帝。有真侪学者咧研究即个宗教现象的这学者，因伫遐咧想一个问题，咧发觉一个问题，伫遐咧观察，就是在到底基督教信仰，还讲基督教有前途无？教会有前途无？是毋是有一天都爱关起来？还是基督教老尾都会一直无去？你毋知影？伫今仔日？在美国的这些穆斯林，就咱你讲的叫做回教徒，伊的人数已经赢过天主教会的人数啊。以前无遐尼济，即变足济。后来伊伫遐咧发觉讲，过去在战古的中间，有一挂真类似的宗教现象。头一个现象就是固定去教会做礼拜的人减少，大概。较无安尼固定讲，逐礼拜拢会去教会去做礼拜。以前你看见啦，咱你看见迄相片来看的时阵，就是安那迄个老爸老母啊，囡仔人坐做伙，规家庭坐做伙，迄款的情形无够存在啊。第二个就是咱信徒中间，伊换教会，我今仔日来这间教会，我后礼拜要去别间教会。变做足简单的事。以前咱来讲，我就是顶了教会信徒，我就是一世人是顶了教会信徒。即马伊变来变去，甚至我以前是基督徒，我即马要变做别款的宗教信徒，还是我别款的信徒要变做基督徒，即款的情形会哪难哪容易？第三个共同的情形就是发觉讲，即个主流教会。就是咱咧讲的讲，长老教会、有咧公会、啊圣公会等等等，遮个教会的人数一直减少，你减一点点啊，是减足济。啊，这是第三个。啊，有一个研究讲，大概有60%的天主教徒，伊无去教会做礼拜。啊，我唔知道长老教会有偌济，我去找无即款的资料。但是嘛有可能，咱有袂济的即款的长老教会信徒，拢伫外面当咧说咧说咧。但有做一个统计，就是咱的大专、咱的青年，到底对高中毕业，到底大学去了后，十个剩一个等于教会。这個、问题足严重，足严重。第四个共同的这款在美国，这些大家的现象会注意到讲，认为讲上帝有存在的，还是你有相信上帝的，迄、那个人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比率减足侪。在1970年，因做个统计讲，有95%的人，在因所做的这个在样本内面去访问的，有95%的人，因相信有上帝。38年了后，2008年，剩71%，剩71% 的人讲我有相信上帝，但是有5% 的人讲我无相信有上帝存在。其他佫有一部分的人讲你即款的情形下面，你看38年内面有24% 的人伫遐讲对有相信上帝教，伊干嘛讲？有24%的人减少，讲无有上帝，即款的问题，咱伫咧想讲，到底出什么款？今仔日教会啊，今仔日咱基督教信仰出什么款的问题？这毋是单伫美国本土的教会拄着。牧师是做北美教协的主席的时阵，阮会常常会去其他的教会去看的中间。会发觉讲，在真侪移民教会，特别咱台湾人，会在教会内面人数嘛是一直在减少。
而且嘛是拄着真侪的问题，唔是那会友减少，或者牧师嘛流动会真大，或者是牧师嘛欠真侪。牧师今仔日无要用时间甲咱做伙伫遐咧讨论讲，啊今仔日咱的基督教信仰是啊基督教是出啥物款的问题？不过牧师要用这个角度来甲咱大家思考，咱面对挑战。一个新的一年，咱会当上帝讨，上帝给咱更加多的祝福。但是同一个时阵，咱嘛面对这一个挑战。有人讲，哇，咱即马的时代是叫做 Internet 的时代。啊 ，Internet 的时代就是你老师问题，唔是去找爸爸妈妈，啊，唔是去找老师，啊，是去找牧师，你就是叫做 Google 一下。我一句话就是，电脑会当给你答案，也是一个 internet 会当给你答案。所以你讲今仔日的时代叫做 free choice 的时代。所以伊真侪少年一代的这青年人，因一旦讲我要来教会，唔要来教会，古早是爸母讲爱去，我就去。啊，即马讲我要家己讲，我要去唔去？啊，我要去对一间，这问题拢走出来。嘛有人讲啊，即个教会吼，咱的礼拜的形态拢无啥变吼。从过去三十年前、四十年前、五十年前，咱的礼拜的情形就是这个形态就是安尼，即慢慢阁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吼，来到教会拢足无聊的啊。我拢知影讲过来要创啥，牧师我看到讲道题目，我就知你要讲啥。吼，我看到圣经，我嘛知你要讲啥。吼，啊，我想要倒来来。啊！咱即马咱教吼，咱教会有 website 哦，所以吼，我今日来无来做礼拜，不要紧。我等伊吼，我大概甲 click， 你啦，机台有啦吼 ，click。啊，然后我当去看牧师，听牧师的讲道安尼。礼拜唔是单听牧师的讲道尔，但是有济济因素，地主教咱的基督徒良心倒退，教会那就拄着真大的危机。我说：“阿咱大家去思考，那安尼的新的一年，咱要安怎去面对这挑战？对圣诞节过了后，牧师有请一礼拜的这个假，啊，主任问讲牧师你去对佚佗？我牧师我拢伫厝里，拢留伫厝里吼。啊，除了我因为我倒边。”诶，手骨只会酸痛，然后用一点仔时间去找这个医生，啊去看讲，去知影讲是啥物款的原因，啊感谢上帝，啊是这个在阿妈骨的这个骨头内面，其实我去跌着神经，啊可能是我拢坐伤久，还是我的姿势坐了无好，啊是无较无运动，啊所以医生讲。姿势最好，吼、哦、啊，较侪运动咧，吼啊，较侪休困咧，讲，好、哦，所以感谢上帝。不过伫即几工的时间，阮有利用一个拜六迄天足好天的，我就阮规个阮全家就走去到伫迄个 Great Falls 去运动。伫遐咧行路的时阵，啊，伫遐咧运动的时阵，啊，迄个行伫迄个 trail 伫遐行的时阵，感觉足享受上帝创造的大自然。虽然树啊落了了，但是嘛，还佫有青的树啊。啊，迄个我去爬迄个啥，迄个 Billy Goat Trail 的时阵，啊，我爬的时阵吼，啊嘛，啊爬到的时阵吼，规身躯汗，总是吼，啊就感谢上帝。除了这以外，牧师用真侪时间伫遐咧祈祷，佮伫遐咧思考讲，啊嘛咧读册讲，那咱过来新的一年，咱要安怎行？后来牧师伫咧读嘅中间，咧读册，伫遐咧思考嘅中间，我想到哥罗西书，就是今仔日咱用嘅主题，以及咱嘅圣经章，用哥罗西书第一章对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，以及第二章嘅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用一个主题叫做正做成熟嘅基督徒，英语叫做 mature in Christ， 用这个来教咱教咱大家咧做嘅思考，所以。对教会的那就去基督
新教也好，还是在主流的教会人数一直减少，这块的问题，咱有真多的分析，真多的研究，咱要找看什么款的原因。但是上重要一个真大的原因是，咱的信仰根基伫底。如果咱啊礼拜是啊变作是一个叫做 entertainment， 大家足欢喜的，啊唱啊唱歌唱歌足欢喜的，啊大家在钢琴弹啊足好的，唱歌唱啊足好的，啊来遮拢是一个坐伫遮咧享受的时阵，这毋是礼拜，咱是敬拜上帝，毋是伫遮来咧参加一个音乐会，啊参加一个什么款的即款的主，即款足欢喜的主会礼，那是敬拜上帝。啊！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迄个上重要的核心啊，上重要的根基伫倒咯。我想，迄上重要的就是咱变啊定根伫耶稣基督的心中。当时伫哥罗西教会在信徒，哥罗西教会毋是保罗所设立的，而是保罗听见以弗伯。伊可能是伊设立的，啊！伊来甲保罗讲讲，啊！我教会拄到侪问题，要安怎？什么问题？有人开始讲，我嘛来拜天使；有人讲，我嘛来拜天顶的天神；有人讲，嘿，咱吼，咱做基督徒，咱食物件爱做细的，迄通食，迄袂通食。哦，这个咱台湾人咧讲讲，虔诚有关系哦。嘿，有人讲，咱来看日，什么是好日，通啊做什么款好代志？啊，这嘛，甲咱台湾迄落咧看这真类似啊。在信徒开始想讲，哦，咱若做较好咧吼，安尼兼在上帝会较会欢喜。昨我爱答，按其他有六位诶兄弟姊妹会识咧，阿妈我做感谢，因为咧落雪了后，牧师来看几下摆吼。啊，感觉雪都打打吼，啊，都应该是啊，个风足透的，啊，吹出来吼，所以应该无啥物要紧，我来验验者就好啊。啊，结果我来就看讲，哎呦，雪嘛够有遐济啊吼。啊，我所以就他妈吐啊，他妈也验，所以阮昨有七个兄弟姊妹用足长的时间啊，底下来吐雪啊，也验。但是这个 driveway 这个所在，只我已经落尾已经无法度吼，啊到尾啊，就是尽量也较侪严的，啊，让大家你行的时阵，较袂拄到这款的危险。我带大家带这几个兄弟姊妹讲多谢您，啊嘛人讲真实的牧师 underestimate， 我低估了吼。应该请早都应该请人来清了吼，啊！我有看风安尼吹，都改成不要紧的。但是最感动的一项事就是一个叫做 Team Ministry， 我们大家做会伫遐咧做。但是这款 Team Ministry， 敢是一个基督徒叫做圣洁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，应该有的做法，当然是嘛。但是敢是唯一的。无所以问题是啥物？问，伫咱过来连续有三礼拜，拢总有四礼拜中间，无所以拢要教咱用同款的圣经节、同款的主题，但是对不同的角度来教咱大家来思考。咱听足侪解，听足侪，检测以前听过真侪讲，都爱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。但是牧师唔是要甲恁讲，无爱甲恁讲，唔是要甲恁讲，咱要安那看到人爱讲较好咧，较谦卑咧。吼、哦，人学了，人安那，不是这款的，是更加重要的是，咱根据哥罗西教会因所遇到的问题，因发觉讲上重要因的信仰，当开始震荡、开始出问题的时阵，其他的都唔免讲啊，所以保罗人讲，迄个唔对。唔通忘记哩，咱的信仰都爱定根伫耶稣基督，也因为耶稣基督的恩膏，一旦予咱的信仰，唔那得到底下交整，马上底下一旦成长，一旦成熟。同款对教会来讲，咱嘛大家人透过安尼，咱拢定根伫耶稣基督，咱的信仰会底下来成熟。今日咱有长老执事。
啊，甲其他的即个团契的会长的即款的主任。咱今日冇圣餐，今日阁是咱新年度头一届的礼拜。我知影讲话，因为啊，阁其他因为即个落雪也是变冰的因素，话人无法度伫咱来到咱中间。总是我啊，咱大家来思考讲，既然是即个主日，这样特别的主日，新年的开始。咱拢有新年的新愿望 ，New Year Resolution。咱的新年的 Resolution 是啥？较侪运动，我变做爱较侪运动咧，吼、哦、啊，食较少咧，吼、哦、啊，去看安那吼，咱可能拢有足侪。不过我爱期待咱遐尼姊妹，咱是毋是来思考讲？在咱的新的一年，咱系这个愿，系这个心愿，讲咱搁较会通定睛伫耶稣基督身上。我常常会拄到咱，不管咱伫咱的教会内面开会，还是咱有机会咧讲话中间问讲，啊，咱最近恁最近咧灵修有甚款圣经在无？还是你灵修有甚款心得无？啊，我知影意思。好、哦，我知影意思，啊，这让我诶心会感觉讲，咱来搁较努力咧，咱搁较努力，真正爱等下伫上帝话，等咱要用耶稣基督来定根的时阵，爱等下伫上帝话，啊，相信搁一项，咱今年咱伫古应该讲今年咱有一个读圣经的运动。啊，才有一挂圣经已经准备好啊！吼、哦，迄个是有人一届读了，佫读一届吼、哦。啊，即摆我认去欧的迄个大字的圣经，吼、哦，大字圣经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会真好看吼、哦。啊，读一遍了，你那边大字圣经的人，就是有送你。虽然咱阿未读了的人，继续过来努力，咱拢有一些咱需要努力的，但是求上帝帮助咱，伫新的一年。咱有下这个愿，就是更加定睛的上帝，真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。牧师是最后一个要求。哥罗西书有几章？当然四章尔，短短啊。好，你回头到尾看看咧，吼，看了的时阵可能无几分钟。伫这礼拜内面。请你上少读过三遍，好好啊读哦，唔是安尼，那你看报纸咧，安尼拢甲看过去哦。好好啊读，伫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，甲读到第四章最后一节，上少你读三届。因咱后礼拜，后礼拜咱要继续透过哥罗西书，以即个保罗咧咱讲讲，唔通忘记咱的信仰伫倒落。咱站出去外面要人讲讲，我是基督徒，你的根基伫倒落。我叫上帝帮助咱，回去上做这个功课。我嘛，当我安尼讲的时候，嘛是你讲我家己。咱大家做伙读圣书，搁好好啊来读一下。伫中间重新来去思考，特别想讲保罗，伊读家内面想的讲，变做成熟的基督徒是安那。然后想看牧师的讲道内面，佮连续有三礼拜，是欲带咱提些甚物话？阮上帮助咱，可能伫新的一年，那是咱上帝的祝福满满伫咱的心中，嘛，予咱更加通成做一个上帝所忠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所忠实的门徒。当时嘛，祈祷，阮将家己摆伫你面前，